有点点。Hello，大家好。你们可以看得到哎，这现在叫做 Aloha Stream 的东西，看得清楚吗？这就是 Aloha Stream。锵锵锵，这个就是 Aloha Stream 啊。是你看到里面有虾吗？这是 Aloha Stream，它里面有虾的。在这边。啊，stream 游泳过去哦，对，它里面是有虾的。我 live 看看，因为我很久都没有来 live 管理我这阿罗哈 stream。我这阿罗哈 stream 呢，这一次我们有转换新的瓶子，所以你也看得到，噔噔。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阿罗哈 stream 的话，其实我阿罗哈 stream 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成功的做出来了。将这个就是阿罗哈 stream 啦。看得到哈，阿罗哈逊，阿罗哈逊是最新的人宠物，它是不用喂食、不用换水、不用，然后它有很多的卡乐。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出很多系列，你可以看得到，像后面这台系列，那你可以看得到哈，为什么这样好呢？因为它可以自动的光合作用排泄物，然后完全不用喂食的。OK，就它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可以活3到5年。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嘞？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哦，我把它带下去这里，这样看哦，看这一瓶，这一瓶会比较明显。我的小跑去哪里了？啊，在那边游泳，看到这边爬，有没有？这有一只，啾啾啾。可能我背景今天很花，所以你们看得比较不清楚，就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要这样子 ，OK，要这样子。这样啊，站住了。这一瓶阿罗哈 stream 呢，它里面是饲养虾子。为什么这一瓶东西会这么特别呢？因为那个虾子可以生存在这个瓶子里面呢，完全不用换水，不用喂食，OK，它就可以活在这瓶子里面，3 to 5 years 的时间。有没有看到两只小动物在那游泳？然后这个主打的呢，就是可以。在你们的办公室里面哦，饲养它完全都没有问题，这样，这样，看到吗？那个虾在这边，很小只啦，所以你们会比较困难的看见。其实还好，我其实最佳终极瓶子就是这台，这还真的很大个，看得到它的大个吗？它真的是不是很大个？我也是觉得它很大个，为什么它很大个呢？这瓶呢，就是说。让你们也可以拥有一个很大的生态瓶，OK，生态瓶就是说完全不用换水，不用喂吃，你可以看得到完全没有杂气的，然后都是用 hand blow gas blow 出来的东西，哇，很漂亮，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换很多颜色的哦，就是这些就是一些比较普通系列的，我们还有一些系列。彩色鸡蛋款，你看这个彩色的绿色鸡蛋款，把这推走先。OK，这是绿色鸡蛋款，可以看到有绿色哦，很美，对不对？绿色，其实如果你们要可以进去这个地方看，Aloha Stream，Aloha Stream，就可以找得到这个东西。我把东西再放在这边，好。
然后我们还有配上紫色的，这是紫色的阿罗哈勋，紫色。什么为什么会叫阿罗哈勋呢？因为它里面是养虾的，在这瓶子里面呢，它是有虾在里面的哦。要猛了，有虾在里面，你们看得到有虾吗？有一只小虾在里面游泳。然后还有这一个，将这一款的礼赞呢，就是我们的原始款，就是说第一代的款式的时候，我们所出的瓶子就是这个瓶子，这是我们的第一代 Aloha Shrimp 的第一代。OK， 然后我们过后呢，我们就出了最就是这个 Zen 代。OK， 然后还有这个 Globe 代。Globe 呢，就像一个地球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这次会做地球的感觉呢？地球的感觉讲真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呢生活在一颗地球里面，我们要保护地球。啊，很漂亮，对不对？我是觉得它很漂亮。这就是阿鲁哈水。那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哎呀，这一款。每一个阿罗哈逊呢都是精心设计的，它都是就是独有的款式，因为里面的这些图呢都是 coral tree， 就是 coral tree， coral tree 就是独自的一种独自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独自的啦，就你们要找着阿罗哈逊进去看。好，这边好，这样就可以让你们看到了。OK， 阿罗哈逊呢，就是有这三款嘛，它里面其实可以养虾的。这样一个瓶子里面呢，就是打造出无需换水、无需喂食的一种款式。你看这里有两只虾，这边很快乐的游泳，这也是有，看到哦，有没有？有没有？有哈，有虾在游泳哈，对不对？看不到，你看不到虾在里面游泳，真的吗？有啦，你注意。我因为我不能太大的移动性哦，等下他们会跑哎，可能我背景今天会比较花一点，因为我今天把它背景放在很比较花的地方。所以你看这阿罗哈逊哦，我们是打造出哦，养虾不用换水、不用喂食、不用打理的，以最低的方式来呈现出养虾的乐趣哦。如果你们今天在 office 做工啊，在家想要有一个新鲜的摆设品啊，这一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真的很漂亮，然后它完全不用喂的。OK， 我不知道我们要问有没有东西要问，因为真的很无聊，没有人好像全部都赶着去哈利莱亚了。哇，我看到我要拍自己比较多人看我找一个地方，我把我的手机给拉过去一下，因为没有地方塞手机啊。我要把手机拉过去，要让你们看得到我的样子。我再给你们解释为什么阿罗哈逊这么好玩的东西，看到吗？我把镜头反过来给我自己。Hello， 好，应该是要哈利来呀。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很无聊，因为真的超无聊的。好，就这样子。等一下，我今天因为没有电，所以拿 cable 粘住我的相机。戴眼镜，因为隐形眼镜出问题，所以还是戴眼镜稍微的休息一下比较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个阿罗哈逊，我把它移一下，这样你们看不到呀。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身边这一个阿罗哈逊啦。你可以看一下阿罗哈逊哈，很低，可能我现在放的比较低，因为没有东西把它移开上来这边。没有，他们 Aloha Shrimp 的东西。好， Aloha Shrimp 呢，它是一个最新的我们所谓的生态瓶啦，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流行的知道生态瓶哦，就是简单让我们拥有一个养鱼的快乐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瓶子一个瓶子一个瓶子的，就像这样一个瓶子一个瓶子一个瓶子，然后完全无需换水无需喂食，就可以把你的虾养在这瓶子里面。当然这瓶子呢就是你们要购买的啦，就是直接福利full set这样子买回去，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
在饲养这个阿罗哈逊的啦。在饲养这个阿罗哈逊呢，其实是完全不用换水，不用喂食。当然，我一直强调的给大家听，这是无需换水、无需喂食、无需免治，就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喂他们吃东西的。我们都不会喂阿罗哈逊吃东西，我们只是会点一些营养液给他，就是药水的东西。要跑掉一下。好，我们有很多颜色，还有这个卡乐，像这个叫绿色的东西，有没有？对。然后这个呢，我们每天呢就只要点营养液给它，就是这个东西 ，bacteria water， 就 B water stands for bacteria water。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点呢？就是说打开它，就是把这瓶子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药水给打开，然后我们点进去。就可以了，就是一天就是得空的时候就把它点一点，因为一点一旦你加这种点药水下去呢，它是拥有更多的益菌菌，还有它们的食物精华也在里面哦。OK， 这些食物精华在里面呢，可以帮助你的虾呢长得更健康、更漂亮。OK， 然后呢，就是这样一瓶，这是最这蛮大瓶的，这是一 liter 的，就是一 liter 是一 kilo 多吧。1000公斤，因为它水量1000公斤，所以它占大瓶。OK， 这有小瓶的，这大瓶的，我移一下。小瓶的就这个，这就小瓶的。OK， 看得到大小吗？有差，大小有差，所以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价格其实不贵，因为一瓶才99块。99块你就可以买回去放在你的自己的办公室，这样子饲养这两只虾，虾在里面看得到吗？我看我这样你们看不到，那有没有有没有？耶，跑出来哟、哦，跑出来，再出现，再出来，拿拿拿拿拿，在这边，在这边，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虾？这就是虾啦，在这边。啊，看到我手它会怕，所以我离开一下，然后就出来。对，这就是虾啦。真正虾呢，就是会住在这瓶子里面，你完全不用换水，不用喂食的，就只住在这边。多少钱？这一瓶99块，99块。OK， 为什么不用喂？为什么不用喂食，对不对？很多人就在那想，为什么不用喂食？我跟你讲，因为呢，这个阿罗哈逊呢，它很高兴的就是，它是走着 ecolife system 的，就是 ecosystem。ecosystem 一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就这样子，它只需要物内物质里面的阳光，它就会自己生产出那个藻类。藻类供应给虾吃，虾再分辨回给那个草的营养，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 ecosystem 在里面。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拿捏到 ecosystem 的时候呢，你就完全不用问题了。其实这个这样子一颗呢，就好像我们的小型的地球。怎样讲小型的地球呢？我们的地球吼，像我们是属于人类，我们是人类，我们就像属于这里里面的那个虾子这样子。我们吃蔬菜，其实我们只需要吃蔬菜吧，我们吃蔬菜。我们蔬菜吃完了过后，我们就会分辨出来。当我们打分辨出来了过后呢，我们就会变成是菜的农药。哎，菜的农药错，菜的肥料。菜的肥料呢，再供应回给菜生长，再来给我们人类吃。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人类就是一直有东西吃。所以虾也是一样，在这瓶子里面，它一样是可以有东西吃的。所以就是一直这样 ecosystem。第二呢 ，OK， 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呢。里面呢，它们就会产生这种菌类。那种菌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消化细菌，类似这种菌的东西啦。OK， 这菌呢就会把那个粪便呢，借成为营养给回那个虾，然后那个草呢也会孵出二氧化碳跟消化出我们的氧气，然后就会供应给这个虾。所以我们的虾呢完全就不用打气。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用一个很漂亮的瓶子装着它，然后我们完全是不用打气的，不用喂，不用打气的。就在这瓶子里面 ，OK， 好，再来的呢，最棒最棒的呢，就是这个科技呢，其实在20-30年前呢，已经在美国 NASA 就是那个太空人呢，已经拥有这个科技了的，因为他们是要来研究、来观察，如果我们一个人被送去太空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怎样活下来，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一模一样子那一种的计算方式的计算出来的 ，So，OK，、okay, 你可以看得到每一瓶哦。每一瓶我们都会留一些细缝的，对，这些细缝呢就是要会让那个虾呢有氧气跟蒸发出它不要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细缝的，一定。然后我们都是活盖的 ，OK， 我们没有盖死，都是活性的，好不好 ？OK，
等一下东西，九十九块里面有几多少只虾？对了，九十九块里面有两只虾，没错。等一下，我人会给你们一一的表达。如果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等一下我拿水一下。突然间喉咙很干 ，OK。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的这些阿罗哈须们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瓶子，但不同的瓶子价格是不一样的啦。刚才我说的99块的是这一款瓶子哦，这一款瓶子 ，OK。你当然可以看得出这一款瓶子，比较容易制作，然后它就是比较简单化的，然后就当然价格上也会比较便宜一点。当然，这些另一种瓶子，像这种，这种 Zen 呢？它就是比较高级的瓶子，因为它是 hand blow glass 来的哈，就是你可以看它的瓶子呢是没有接缝的 ，OK， 完全没有接缝的，就是 hand blow glass 剥出来的 ，OK， 然后就是一个小洞口，就这样子，很美对吧？然后每一颗呢都是我们所谓的 custom made 的 ，custom made 的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为什么会全世界独一无二呢？告诉你。每一个沙子呢都是限量款的，因为我们每次都会出一些不同的沙子，不同底材的沙子，或者是等等的东西。第二，里面的树枝呢是不同的树枝 ，OK， 每一瓶呢都是不一样的设计的，因为每一个树枝都长成不一样，所以我们完全不能知道每一个树枝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OK。再来呢，就是。每一瓶呢，不同的 capacity 呢，装的虾的量度也不同。OK， 刚才有人问，可以自己买虾加进去，可以加虾的。像如果说今天是你选择这一瓶99块的呢，你可以加虾。一瓶里面有两只虾，然后你可以加虾。一瓶里面的两只虾呢，是一公一母哦，一公一母。OK， 为什么我们会放一公一母呢？因为我们不要破坏它的生态。OK， 一旦它有一公一母的时候，它里面呢其实可以，怎么说？它可以被怎样讲呢？它可以繁殖，对，它可以繁殖。如果一公一母在这个瓶子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顾客都已经成功繁殖过这个东西了的。这个阿罗哈须呢，我们创业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历史哈。你们进去我们阿罗哈须的 page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历史。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做出这一款 Aloha Shrimp，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再推广它，所以导致到有很多朋友啊或者是顾客呢已经开始遗忘它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再推出来，然后我们更推出更多不同款的瓶子，来加强，让更多人有收集的欲望哦。好。不同的，我今天真的是喉咙，而且我很少讲到这样严肃。OK， 这个阿罗哈须呢，它的照顾方式可以说完全是零照理的。像今天呢，我开这个 live 呢是有目的的。怎样有目的呢？就是说我今天会送出一瓶。OK， 只要你们 share 我的 video， 你们只需要 share 我的 video， 我就会送出一瓶哦。OK， 喂，好像有人在。Okay， 今天我会送出一瓶哦，一瓶阿罗哈须，只要你们 share 我这东西， share 我这个 video 好不好？ share 我这个 video，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OK， 阿罗哈须的 Facebook page 也记得 like， 然后我们就会送一瓶。我们送哪一瓶呢？我们今天会送这一瓶，这一款好不好？就这一瓶这一款，你们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啊，会。我们今天会送这一瓶出去，好不好？这一瓶，今天会送这一瓶。好，只要你们 share 我的 video， 你们要记得 share video， 你们又去你的 profile 去什么都 share 了过后呢，我们就会送出这一瓶。好，我们会选一名很 lucky 的幸运儿拥有这一瓶。这一瓶呢，是我们2017年最新推出款的。OK， 因为我们要打造呢，就是人人有一瓶属于自己的生态瓶。像这些生态瓶有什么好玩的呢？
线卡卡的，对，今天的线不太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好？不好意思，今天线真的是不太好，没关系，因为刚才可能是我手机有一个朋友打来，所以导致到线卡卡的。OK， 所以咯，如果说你今天说想要拥有这一套东西的呢，你们只需要 share 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 share 的越多，当然机会率越高，给我看中你嘛，是吧？你给我看中你 share 到多少，然后留言说你想要这个东西，好不好？然后我就选一位幸运儿，就只能一位啦，因为我刚好刚好这一每一个呢都是限量款，所以我刚好只能发出一瓶先，所以我们今天就发出一瓶先，好不好？这一瓶是的都不用吃哦，因为呢阿罗哈逊呢它很特别的呢，就是它是有 ecosystem 的，我们刚才有讲解过哦， ecosystem 很重要，为什么？只要你把你的 ecosystem 掌握得好的时候呢，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说你的虾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这一套东西呢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瓶，不用喂食，不用换水，不用喂饲，不用换水，虾子可以活在里面，而且是不用打气的。很多人担心哦，他喜欢养宠物，可是他不喜欢打气，所以说这一套东西是完全是不用打气的，完全不用打气。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把它装在瓶子里面。 OK，有饲养过阿罗哈逊的人呢都有知道过阿罗哈逊是可以这样子完全没有问题的，真的会啊。谢谢阿罗哈逊吗？对啊。 OK， 看得到吼，没错，今天我们会送走这一瓶，这一瓶很漂亮的阿罗哈逊，这一瓶呢价值99块吼，因为我们现在在卖这99块。 OK， 我们今天会送走，送给一个幸运的，因为我很少 live 管理我在阿罗哈逊，因为我阿罗哈逊讲真的，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创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很成功的给 MyFM 看中我们，然后我们也上过 MyFM 介绍过我们在阿罗哈逊。当时呢是第一代的阿罗哈逊，然后我们是出的是这一款阿罗哈逊，就是这个瓶子的这一款阿罗哈逊的瓶子，对，没错，就这一款。所以这一款呢我们出了过后呢feedback 很好，就一直有人订，然后我们也成很好，然后我们就过后呢再出了就是sorry 就是这个 egg 这个 zen 版。 OK， 这是 zen， OK，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 zen 款。这些瓶子呢都是我们找人家 custom made 的。 custom mad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手制作的，每一瓶呢它的底材都不同的，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制的。 OK， 全部呢都是手工制，然后全部呢都是我们用都是人吹出来的，完全不是用机器打出来，所以你也看得到它很漂亮，对不对？然后它的真的是空空声的，我们这种玻璃呢就好像我们用的红酒杯一样的，不是红酒杯的玻璃来的，所以你看它的声音清脆。红酒杯呢说脆不脆，说容易破不破，可是它们都是玻璃瓶，所以说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在拿它的时候或者放下来的时候，每一次的都比较小心一点点，因为要不然呢打破的重力很严重。不过我们这种 hand blow gas 呢，它我们最多打造的就是没有细缝， OK， 没有任何的一条线，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普通的地方买瓶子还是什么，他们中间就是有一个接缝线的。为什么会有接缝线？接缝线呢就是代表说两个东西连起来，就是机器打造的乒乓乒乓乒乓这样子的玻璃。像这种呢都是 hand blow glass 来的，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那个手，不是手，就是机器打出来的痕迹，因为全部都是用人工这样子吹的。嗨小 B， 谢谢你 share 哦，谢谢。所以说今天我们呢是会送走一瓶这一个，好不好？你们记得帮我 share， OK， share 多一点哦，我看中了。你看我刚才有看到小 B 有 share， 对，小 B share 了呢就有机会。然后我的 page 呢 Aloha Stream 呢，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做这个游戏，就是说要送走，我们送走五瓶，我们选中五个幸运儿是这个的。可是今天我的 live 是送一瓶，就是这个。OK， 这一个瓶子呢可以装两个颜色，可以装黑色或者是巧克力色。巧克力色就是这个颜色，这就是巧克力色。
对，它可以装两个颜色，是黑色或者是巧克力色。然后黑色或者巧克力色，对，一瓶99块。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是绿色的，很美吧？这绿色的呢是去年我们做出来给圣诞节的 ，Christmas 的，有没有？有没有很圣诞节的感觉？对，有圣诞树的 feel 嘛？这是我们去年做出来给圣诞节的 limited edition。其实我们还蛮多 limited edition， 因为我每次都创新嘛，对不对？创新就是我们每一个呢都是为顾客打造出他所要的那一款 ，OK。所以你们可以听一下 Aloha Shrimp， 可能你们现在后面看不到了哈 ，Aloha Shrimp 你看不到 ，OK， but 你们这样子看，这样 OK 好。当然我们这里呢，我有一个超级大瓶，就是我这一瓶，这一瓶呢。是我们算水的 capacity 吧，它有 4.5kg， 很重耶，4.5kg 我跟你讲很重。为什么这会这样漂亮呢？我跟你讲，我们用了当然我们最爱的树枝了，然后我们还放一块很漂亮的火山石，里面呢搭配了那个 corals 珊瑚，再来搭配了呢就是那个 shirustone 石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我们搭配出很漂亮的设计。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你要 custom make 在你的鱼缸或者在你办公室做一台很大台的呢，都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都会帮你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一套 Aloha Shrimp。 有时候我们有些顾客啊，我曾经有个顾客，他们这样漂亮很漂亮很美嘛，很美嘛，然后他就要做出一套特别的，然后我们就讲就我们会把它另身打造这样子咯。 OK， 像如果你今天买，现在如果今天你拥有这一套瓶子嘛，其实你可以加玩具给他，你可以加玩具给虾子，怎样加呢？因为这瓶子打开就可以了，你打开你帮放东西进去，放什么东西？对，你不可以放有害病毒的东西给他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用 Aloha Shrimp 呢是会放在玻璃瓶吗？因为玻璃瓶呢它不会散发出有害的物质，因为今天你养 Aloha Shrimp 不是养一两天的东西，是养年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有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就打造出用玻璃瓶来装虾，然后玻璃瓶装虾完全是不会有毒，如果你今天用这种 plastic 就有毒啦，没有 BPA free 嘛，我们有孩子的朋友都懂， BPA free 的东西是不可以耐热的，或者是不适合长期放水，如果放水的话呢，久之它就会散发出毒性的。当我们人类呢天天长期接触这些毒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很快速的中癌症、哦、这些问题都很，所以说我们有出这种小型的包包装，看得到这一颗呢就是你可以打开、哦、然后你就放进去这个 Aloha Shrimp 里面，对，没有错，放 Aloha Shrimp。 记得你们现在，我今天、哦、我有 free 知道我送走这一瓶哦，这一瓶我是送走的 ，OK， 这一瓶我是送走的。好，你们要 share 多多，我看到你们没有什么 share， 你们 share 多一点哈、哦。你们如果 share 出去的话呢，我可能开这一包把它加进去吧。OK， 就是你这样子打开了过后呢，你可以看到有虾在里面，你可以加东西，加玩具给它，好像类似这一种 ceramic 的，当这种四方形的玩具，很可爱吧，对不对？对，这种四方形的玩具你加进去呢，它就会在里面给它玩的，是一种玩具。好，我们还有的呢就是这个 stone， 这种石头。OK， 这种石头呢就是来搭配的。哦，有人很多爱心哦，谢谢你的支持。如果你很喜欢的话，你要帮我 share， OK， share 多一点地方，然后我一定会送你的。也不一定啦，就是我会给 lucky winner， 好不好？我看见我会把 share 的人的名字都写下来，好不好？写下来，然后我到时候等下就送出去，看哪一个幸运的，好不好？然后就是这个，这是珊瑚石 ，OK， 经过处理了的，是特干净的珊瑚石，所以我们会把珊瑚石呢放进去。哇哦 ，Hi， 丹丹 ，OK， 对，哎，又把东西推出来了，现在我稍微休息一下。你们现在看，你们看少了很多瓶子吧，对不对？好，就这样。这些的瓶子有大大小小嘛，不同款式、不同design哈、哦，可以看一下。这一款呢，就是我所谓的我们第一代哈、哦，
我刚才有讲过了，2014年我很成功的给 MyFM 选中我去推广一次我的 Aloha Ship， 这是我很荣幸的事情。然后你们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page 那边看得到我们在 MyFM 访问的机会啊，上到那个 On FM 来推广这个东西。然后近期来就比较安静了一点点，说可是我今天要介于 Facebook Live 的力量，你可以看一下哈，每一颗都很漂亮，对不对？这一颗其实有一颗很漂亮，你不觉得这一颗这样子很像那种很魔幻的水晶球吗？有没有很像魔幻的水晶球？有吧，对不对？有哈，这是一瓶很魔幻的水晶球。其实如果你喜欢圣诞节，不是圣诞节，就是白黄黄的，我还有一瓶，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就是这一瓶啦，有没有？有没有 Christmas 的感觉？有嘞，这一瓶呢就是有圣诞化的感觉啦，就有一种圣诞节的感觉。记得哈，阿罗哈 stream， 阿罗哈为什么会叫阿罗哈呢？阿罗哈就是你好的意思。今天他会叫阿罗哈 stream， 是因为他要感觉就是说感觉非常良好，就是一直跟你打招呼，你好，你好，主人你好，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一天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压力很大，你想看一些绿色的东西，你想养一些小宠物，可是因为你要想养宠物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在 office 摆放一个鱼缸，装了一盏灯，再装一个泵，你老板是不是会脸抽抽？我相信很多老板都会脸抽抽。妈的，你竟然在我的公司养鱼，然后还要用我的电，他就一直脸抽抽了。我相信很多老板都会有犯上这种问题。可是今天你饲养 Aloha Stream 简直是零问题的， OK， 不需要灯，不需要泵，什么都不需要，你只需要把这瓶子放在你的办公室就可以了。今天你工作的地方那么压力，一直看电脑，一直看东西，今天有一瓶小小的可爱在那边游啊游啊游，当你累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看他在那边游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嗯，我们人生呢、啊，就是应该为这种东西而享受的。没错，我告诉你，哇哦，小 B and 16 other just share your video，谢谢谢谢，有16个人 share 了我这个 video 哈，因为 Facebook 很好，他你 live 的时候他就会 share 出来说有谁 share 了这个 video， 谢谢谢谢。OK， 今天呢为什么阿罗哈逊这样呢？我要再讲多一次，我一直再三的讲，不需要换水，不需要喂食 ，OK， 不需要打气，这三样东西呢已经是够你玩了的这东西，而且一瓶哈只需要99块，加99。送人又好看哦，是不是？今天如果你要送给朋友生日啊，或者是男朋友啊，告诉你，你今天要送他礼物哦，真的是很烦恼的哦。你要送什么？皮包他也有啦，手机他也不缺啦，可能手机也不是很能送啊，因为 iPhone 7都卖了4000块，是不是？然后如果你今天想要送皮包，皮包就觉得说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换，越换起来就越来 越不好这样子，所以说还没有坏也不适合换。这样你如果说你今天送阿罗哈逊，是不是比较紧嘞？然后又特别哦，还有朋友新加入伙，这东西真的是新加入伙，你要送什么？送当然是送阿罗哈逊嘛，对不对？你送阿罗哈逊给他们的时候，新加入伙，我跟你讲，水代表什么？水代表风生水起，有没有？你家那边就缺一个水缸嘛，就是水草缸，水的东西，送水的东西有什么好呢？送水的东西就是代表风水 ，OK， 风水里面呢还配了两只虾吼、哦，两只虾，这两只虾代表什么？哈哈嘛，是哈哈笑的意思，就是笑口常开的感觉。所以说，今天你如果你先送给一个朋友要有意思的，你再拿这瓶给他，你再拿这瓶给他，哎，我送你耶，这样他看到说，喂，很特别。第一句会跟你说很特别，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送礼嘛，就是要送一份让人家没有看过的东西，然后就是说他很感激你，然后他讲，哎，为什么你会送我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就这样子。如果说今天因为我们的阿罗哈逊哦是平均活命3年哦，对，
平均生命3到5年，好不好？3到5年。我曾经卖的顾客呢，买过的顾客，2014年到现在已经超过3年。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好几瓶已经很久以前的了，到现在还在。所以说，3到5年了吼，3到5年放在他家哦，完全不用有问题的。我觉得那朋友永远都会记得你。如果你今天说你送他冷气机、抽风机、vacuum 机等等的东西啦，我告诉你，3到5年，我相信完全不能哦。我觉得耐不到3到5年哦，只是平均的一下子就 harvest 搞定，是不是？所以说 ，Aloha Shrimp 呢，它最棒的呢，就是可以让你的，就是很容易的饲养虾子的方式。OK。当然你们刚才我就一直讲到在公司做工啊，压力啦，想要有一份东西来解决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你们有看到虾吗？其实有没有看到虾？这瓶黑色的会比较容易看到虾。 OK， 有没有跑圈啊？对，出来了，这就是它的虾。它们很小只，它们不是很大只。 OK， 很小只。这样一瓶里面可以放几只虾呢？我可以跟你说，可以放9只虾。为什么我会放9只虾？9只代表运转的感觉，就是运转，好运转来嘛，9只代表好运转来的意思。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有看 receiver 哦，我今天喉咙好像开始有问题，这样天气可能太热。如果你今天有看 receiver 哦 ，receiver 有时候他会说要你47只、15只，他们会有一些特定的数字号码，你可以询问他。你询问他了过后，你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宠物，你就询问他一下，真的没有错。或者你们可以选择那种大瓶装的，大瓶装就可以养多一点。我有曾经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啦，就顾客啦，已经是顾客啦，就变成朋友。他自己本身呢，就养了6只。OK， 突然越生越多，越生越多，然后生到很多，然后一直来给我买瓶子。对，他就越买越多瓶子，然后就觉得他很开心。就这样子。所以说最重要送礼吼，最重要就是要送一份让朋友记得你的礼物，对不对？朋友记得你的，这是白色的。看到虾吗？有看到虾吗？有有有有，在游泳。有哈，你看你看游上来的虾，他喜欢躲在下面的。好，有没有一只爬树？稍微移动一下看有没有东西。有这样子一颗的，就像水晶球的感觉，有没有？好像那边你要摸着它，像魔法魔法，请让我发达，请让我发达。你们这样跟他讲久一点的时候，他就不同哦。对，那天我看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哦，他就介绍嘛，阿辉，有人，等一下啊，有朋友，你不要开。哎，你不干。嘿嘿，有一个人乌龙龙的跑进来我的店，然后跟我讲要买拜不对，他要买5斤的东西，要跑到我的店，真的太好笑了。我没关系，很好笑哎，要买拜不对来跑我的店，不要紧。OK， 就这样子一瓶呢。我让你看，我刚才讲到一半子，我刚才让你看那个 YouTube 哦，又不是 YouTube。Facebook 有一个马来西亚很出名的那个就讲风水的一个姐姐哈，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刚好碰巧有人 share 给我看，她就说嘛，我们所坐的位置哈，像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左青龙右白虎的 ，OK， 左青龙右白虎 ，OK， 她讲说把水的东西哈，带有水旺的东西放在左手边。左手这一边，因为这样子会让你的运程很旺，就是说会让你带来旺手旺气的东西，把东西放在左边，左青龙右白虎，他讲好像是要放在左边，对，左边是比较好的东西，就是你要把有水的东西放在左边，好像盆栽啊，那么解压，只要能让你自己解压的东西，你就放在左边，对，左边，当然不好的东西就放在这一个边。右手偏 ，OK， 我知道我会福建话，都去加去 ，OK， 就是这样的感觉，你要放在那边 ，OK，
哦，我看到一个朋友来哦 ，Hello， Hello， Andrew Lim 跟老友 Shane， Hello， 大家好。对，所以说 Aloha Stream 呢，就是我们打造出就是无需换水，无需喂食。对，然后它其实周末里面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跑着的是 ecosystem 啊，有一样东西我忘记跟大家讲哈。这些虾呢，它的照顾方式非常简单，因为你都无需换水，无需喂食。它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个被人家移动。我们当然也不希望人家移动我们啦。如果说你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放久了，它就会越来越红。没错，它会越来越红。它本身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颜色的。OK， 像我今天穿的衣服这样的颜色，没有这样深啊，浅一点，稍微带一点粉红色。可是呢，如果你一旦吓到它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虾会比较胆小，它就会一直啪处在白的状况，有一些虾呢它就比较勇敢一点，它的红色状况有点多，可是一旦你移动它或吓到它的时候呢，它就会变白，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看到，它这只还蛮白，这只还蛮白的，对，它就会变白色。它白色呢是为什么？它白色呢是要自我保护 ，OK， 自我保护，我们会 self protect 啊。它的 self protect 就是把它自己的身上的壳给透明掉，它就觉得说没有人看见我，没有人看见我，就保护自己的意思。如果说你把一个地方放久了，沉住了，它觉得它自己安心了，它会出现的就是红色。所以说今天你的虾变白色是没有问题，它只是被你吓到脸青青罢了。有时候我们呢放书啊 ，kick off kick off kick off 啊这样的声音。他可能会吓到，可是完全不用紧的。当他习惯这种声音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应该是我主人回来了吧，就那种感觉。我给他看，这有没有看得到？很白，这只真的很白。因为一方面它的底部是白色哈，所以导致到虾也会看起来比较白一点。黑色底部的呢，虾就会看起来比较红一点，这也难免啊。每一款的出现都不同。我们还有紫色，紫色其实还蛮多人喜欢的，紫色，因为紫色代表健康，对，很多人想要有一个健康的环境哦，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紫色。可是我比较多顾客会选青色，绿色这一款绿色，因为绿色是给事业嘛，就是说你今天在公司做工，你要写一点事业的东西，你就可以选绿色，提高事业运。欸，提高你事业运。如果蓝色的话呢，几乎都是防小人。如果你要以那种风水的角度来看的话，蓝色呢是防小人的。OK， 而今天呢，如果你们 share 我这 Facebook Live 呢，我们今天会送走这一瓶。噔噔噔噔，因为有73个人看了，可能刚才有人没有听到，所以我再讲多一次。share 我这个 video， 我们会送走。share 走这个 video， 我们会送走这一瓶。这一瓶价值99块的 Aloha Stream， OK， 99块哈，我们送东西不送便宜的，我们送贵的，好不好？99块这一瓶 Aloha Stream， 如果说99块值得吗？我告诉你，超值得的，你完全都不需要换水啊，对不对？啊 ，Jolin Chan，Jolin Chan 讲 PM 了啊，等一下我 PM 你，可能我现在在讲话，没有办法 PM 到你，好不好？你们 share 这个 video，OK，leave、okay? comment 说你想要拥有这个 Aloha Stream。OK， 刚才有几个 leave comment 了，我看到有几个人 share 了啊，谢谢 Marshall May， 你帮我分享了，谢谢。然后我们就会送走这一瓶。我告诉你，我们送走的就是他超幸运的，就是说他今天在马来过年呢，他超幸运的拥有了这一瓶，好不好？这一瓶呢，我们是送的。OK， 我们这一瓶呢，它有两个卡乐，纸垫了。这一瓶呢，我们有两个卡乐。巧克力色呢，或者是黑色，给巧克力色或者是黑色，好，好不好？巧克力色或者是黑色，所以你可以选颜色。可是我们今天是送走这一瓶啦、啊，可是我这一瓶也蛮美的嘛，对不对？或者是等一下到时候我再弄一瓶新的给你们，你们就可以选择巧克力色或者是黑色，对，是免费的哈、哦，只需要 share 走。然后你们可以来我的 Facebook page Aloha Stream Facebook page。为什么你们可以来呢？因为我们那边也是有 context 哦，是送走五瓶哦，就是说有五位幸运的，他可以选到耶五瓶。你知道五瓶有几多吗？五瓶就是这个五个，对，没有错，这一个东西的五个哈、哦，五瓶，对，五瓶我们会送走这个五瓶。Aloha Stream，OK，、okay,
我刚我记我刚也是说了，如果我看应该现在是六月嘛，现在是七月嘛，哎六月，我相信六月七月开始就很多朋友会生日，因为我都是年尾宝宝，因为年尾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生孩子，年尾的时候啊，有朋友入伙啊，现在新居入伙的人也很多，哈、哦，你们可以买回去送给朋友，像我刚才讲的，今天你买电器，他不会记得你，可能你送他的时候，他家里也有一台吸尘机。或者你送他的时候，他家其实也不需要那个牌子的吸尘机，可是你今天送他一台这个，虽然说没有比吸尘机贵 ，OK， 比吸尘机还来的便宜，可是那种收到这种礼物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为什么？这个是精品，我们所谓精品 ，You know， 精品 ，OK。如果说你今天送吸尘机，吸尘机叫什么？吸尘机叫。后面 living 吧，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电器家具的感觉，然后他也不会说特别的留意你，特别的记得你，因为他只是说哦，你送我吼，就这样哦。可是你接送来这一个吼，他都是记得你的，99块哦，这价值99块哦。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拿到，不用紧啦，你们可以给我购买。然后你们要购买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给你们选啊。如果你说这一个99块的是只有黑色跟巧克力色这两个color。如果说你想要变其他颜色，好像你想要有绿色呢，提高你的工作的运程呢，都可以的，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就帮你 custom make。 我们所有的瓶子呢都是 custom make 的，就是 custom make 讲，我们是 hand blow glass， 人工吹出来的，每一瓶都是人工吹出来。像这一种瓶子，你觉得你会在外面找得到吗？找不到。为什么？这一部分瓶子是我们 hand blow 出来的，我们瓦罗哈逊自己 hand blow 出来的，就是 hand blow glass，很漂亮对吧。这一台蓝色呢，我们是如果在看在风水方面的话呢，我们叫它是双鱼，说是防小人款，防小人就是说感觉上每次做东西有点不顺啊，你就放一个这个。 OK， 送水的东西代表什么？风水嘛，水代表财。你把东西你有时候你们家里有看风水的时候，他就讲说，哎，你那一边啊需要放一个财位，你那边财位哈，你加一个水的东西下去，就让它有身运哈。这个东西阿罗哈逊呢，你就是这样放下去就没有问题了，就这样放下去，然后它不用换水，不用喂食 ，OK， 不用换水，不用喂食，也不用打气，所以说你完全不用再给它一条 cable。哦，现在很多人很担心哈，我加很多 cable， 我看到那些 cable 我都觉得很乱。可是你今天放这个东西，你完全不用有怕有 cable 的问题 ，OK， 没有 cable 的问题 ，OK， 不用打气的问题。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说你今天在 office 做工，老板，你跟老板讲，老板，我可以在你的店，我可以在你的我的工作那边哦，养一个小小的鱼缸哈，养一个叫小个的哈，你的老板就会觉得说，哼，你又想要用我的水，你又想要用我的电。哇，我不是亏给你吗？那老板的脸就会抽抽一样，当你在那边喂鱼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你，老板的脸呢？可是今天你用了他训的时候，他不会这样跟你讲，那反而问你，哎，亲爱的，你去哪里买的？当然老板不会跟你亲爱的啦，老板就会讲，嘿 Daisy， 嘿 Joanne， 嘿哇哇哇哇哇，然后他就跟你去哪里买的啊？然后你同事就觉得说，哇，你这一次买了一个有水的东西来压阵吼，就让你自己的磁场也不同。因为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压力嘛，我们每天看那个 iPad laptop whatever 去外面做 sales， 尤其是做账的人吼，每天数字看太多了，眼睛都花。我相信很多，因为我之前也做过 engineering 的东西吼，我们都是要看数字，坐在四方形的电脑下面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看，看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瞬间呐，我告诉你，你会觉得你眼睛超难受的，然后会超辛苦的，因为很干。第一件事干了，第二件事什么？第二件就是你会很不舒服嘛，不舒服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很杂，然后你人又很烦躁，因为一不舒服的时候眼睛不舒服的人就很烦躁，一工作又要做这样子。你如果今天有某一个阿罗哈逊哈，在你的桌子那边，那完全没有问题啦。阿罗哈逊 shrimp 是什么 ？shrimp 是虾哈，你们不要误解哈，这里住了两只虾在这边，它今天很乖哦，坐在这边。你看这两只超乖的，在这边有哈。对啦，哎，那颗 garnish 来，你看没给他？我又有朋友来了，你看，
OK， 对，就是这样。你等一下，你们等一下，我一下子过来，等一下。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人来，说我们 settle 了，我自己也要讲，自己也要笑为大喊。OK， 这个是 A 款啊，鸡蛋款。哎，我自己爽一下，一直换造型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还蛮喜欢这 A 款的，因为 A 款还有绿色的，绿色也不错，看绿色。这是我们去年的圣诞节的那个圣诞款 ，limited edition 来的。OK。可遇不可求哦！哇，有38个人 share 我的 profile， share 我这个 video，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帮我 share， 记得记得一定要 share 多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机会选中你们。等一下我会把那些名字也写下来 ，OK。好，然后再这样子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很无聊哦，因为为什么？你就是这样很单调嘛。你看，我们可以加一些 accessory， 我们有珊瑚石哦，我们有珊瑚石 ，OK， 珊瑚的石头，好。经过处理了的，然后石头可以，对，有一些人就会好奇的问吼，可以随随便便加东西进去吗？是可以的，你可以加东西进去，可是你要经过思考和处理过。为什么？因为呢，阿罗哈逊呢，我们打造的是没有污染的嘛，就是无污染的，所以说你不要放到有污染的东西进去，就好像什么有污染的，我想一下，纸皮哦。纸皮放进去就是污染它的 ecosystem 了。第二就是放 plastic 的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呢，我们完全没有放 plastic， 因为我们不要有污染到那个下子的过程，所以我们完全是零污染，记得零污染哦。所以我们这些都是玻璃瓶子的，你来听一下声音哦，空空声。哎，这个 glass 的比较没有这么好听哦，这个 glass 的比较好听一点。有没有？有没有？它的 glass 的 quality 呢，就是像那个，什么，像那个红酒杯的 quality 的。对，我这样子敲，你知道，我们这样子敲一次瓶子的，是水里面的四倍。它里面那两只虾给我吓到整个白白哦，是我都吓死了，通通通通通，里面都砸乱子，所以我们尽量不敲，尽量不敲瓶子，尽量不摇晃瓶子。很多人有问我。哎，我摇瓶子可以吗？你这样摇，你看我把那个筛子拿的，你这样摇 OK 啦，你这样摇轻轻这样 OK 啦，你看那小都吓得半死，但轻轻摇 OK， 可是你千万不可以这样摇吼，这样摇是不行的 ，OK， 记得这样摇不行，因为这个是我做一个示范给大家吼，这对这虾很有压力的 ，OK， 记得完全不可以这样子摇，这样子摇是因为我今天在吼，我可以这样子摇，如果你们自己在家的话，千万不要这样子摇。好不好？这样子摇的话呢，是会伤害到那虾的，会伤害到这个虾。我看一下，哦，两只有，我怕我的沙给它买走。OK，Tiffany Leung， 谢谢你 sharing， 谢谢。所以说呢，你们如果说想要了解阿罗哈逊的话，你们可以去我们阿罗哈逊 Facebook page 那边，我们今天会送走这一瓶 ，OK， 这一瓶阿罗哈逊。我们又会再送走五瓶，在 Aloha Shrimp 的 page 里面，你们可以去参加那个 contest like and share， 对，是一个很亮的 contest 吧，我们就是要做一下宣传嘛，你们就 like and share 一下嘛。But 我觉得我最近我的朋友都很喜欢看 like 的时候一起互动啊，我们所谓的互动，当场 share， 当场给我看到是你们 share， 就像现在这样，我当场看得到是你们 share 我的这个 video， 所以说我就还蛮高兴的，你们当场看了，当场 share。然后我们就当场送走去 ，OK。当然，我们当场送出去，我们也是要公平的嘛，对不对？我们很公平的 ，OK。等一下我先讲了几久，看得到时间吗？一个小时了，我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才多少个人 share？ 41个人 share。所以说我就会在这41个里人里面呢，守住我的这个 live 的人呢，我就会送给他 ，OK， 送给他。好。既然我今天要送礼物嘛，我就做得好，你们现在快点写 I want Aloha Shrimp，
OK, I want Aloha shrimp. OK, 然后写在下面，我现在写你们的名字上来，然后我就抽奖，就抽送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今天的赢家，好不好？你们快来写 I want Aloha shrimp。我先去拿我的手机，切一下你们的名字，然后我写下来，我就隆隆隆隆隆这样，谁中就是谁的，好不好？很好，是不是？你们快留言写 I want Aloha shrimp。哦，谢谢，第一个写哦，倪元，好，写着 I want Aloha shrimp。OK, I want Aloha shrimp。今天我们就会送走这一个东西。再讲一次 ，OK, 再讲一次，好。今天呢，我们会送走呢这一瓶价值99块的 Aloha shrimp， 里面呢有两只虾 ，OK， 里面呢有两只虾，好不好？然后在这两只虾的呢，你要赢走的话呢，你就写 I love Aloha shrimp。我这个字我没有荧幕嘛 ，I love Aloha shrimp。OK, I love Aloha shrimp 写了过后呢，要 share，OK、okay?。share 出去 ，OK， share 出去，还有记得 like Aloha Stream 的 page 哦，记得 like 了过后，我现在就当场抽奖，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拿一台手机还有笔，写下你们的大名 ，OK， 请等我一下。有一张白纸 ，OK， 这张纸很白，看得出哈、哦，白纸，这个一点点啦、啊，一张废纸啦，好、哦、一点点 ，OK， 你们记得快点 share 多一点，我现在在桌子这里写哈、哦，我很公平的，我们这种东西要做公平的，我们一次公平的 ，OK， 记得写 I love Aloha shrimp， 然后 share 这个 video， 我就。送这一瓶再讲到一次，有可能现在有人新来哈，这一瓶 ，OK， 这一瓶全新的 Aloha shrimp 里面有两只虾，两只可爱的虾在这边，啊，看得到吗？哎呀，我转冰子它就下了，这里啊，有虾 ，OK， 然后我们就会送出去，记得 like Aloha shrimp 的 page， 哎，东西就跌。今天喉咙又很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看得到阿罗哈逊吗？你们看得到吗？好，我现在又要写字吼，给我点时间，开一下电话，要写字，给我点时间，好不好？等下。有没有？再来 share 就有机会，因为我现在呢就是一次性的把你们送出去 ，OK， 当场送货，当场送礼物哈，这一瓶 Aloha shrimp，OK，、okay? 对我们还有，其实我们还有服务哈、哦，我们除了做 Aloha shrimp， 我们也有，怎样讲呢，我们也有帮你们呢在家设鱼缸，如果说你们家的鱼缸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也是有做的。好 share 不要打这么多次，很乱啊姐姐，所以打很多次，对，你们不要打太多次，等一下啊，我来不及写就够力了，我会 check 你们啊，有 share 的跟 leave 在我的 message 的人 OK，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反正我自己看得到，能不能等一下，我对一下你们的名字，有被叫名的就很 lucky 哈，有被叫名的哈，我写一下，等一下 ，Gok Zhong 啊 ，OK， 我看到一个叫 Gok Zhong 的人 ，OK，Gok Zhong， 周一燕。Joey Yan Joey Ong OK 还有谁，给我一点时间啊， Vivian Low s
小比，我刚才小比好像有 share 很多，我刚才有看到小比的名字。OK， 小比我看到你很多次，我就祝你幸运，看你有没有机会哈，小比。小比还有谁？我看一下。KL on， 嗯 ，KL on 是我蛮好的朋友，就是还每次都有跟我 Facebook Live。OK，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没分享了，但我有写。嗯，对 ，Vivian 我刚才有写。OK， 再来一次哈。OK， 现在要赢奖的朋友哈，刚才就我说的这个东西。OK， 这一瓶 Aloha Stream 价值99块，然后我今天呢会把它送走。OK， 送走，然后你们只需要 share 我的这个 video，share video， 还有 leave 下你的 comment， I want Aloha Stream， 所以我可以 double check 一下看谁写了 comment 没有，然后要不然有一点乱哎，对不对？写一下 ，OK。还有谁？给我点时间哦。机密令招丢有跑出来了，机密令跟招丢有了，请。等一下，我找一下。怎么可以买是吗 ？How to get 这个 Aloha Stream 是不是？很容易，等一下我叫我的助理帮我写一下，哎，你帮我抄一下，谁 share 了的？我自己有点乱，等一下我叫他再 share 找一下，什么东西？有啊，这99块啊，这一瓶就是99块啊。你 PM 我，如果你要这个 Aloha Stream， PM 我99块而已，99块，没错，99块，99块。然后你们现在 like 这个 Facebook， share 这个 Facebook。share 这个 video， 然后我们就会送你一瓶，然后我们选一个幸运的，因为我自己有一点乱吼，我再看一下，早丢啊，早丢有 share 到，早丢，还谁、啊？如果讲错名要不要生气吼？早丢有 share 到，声明，第九，声明。我等一下就会 load 一个 apps 了齁 ，OK， 只要那个 apps 跳出那个 lucky number 齁，我这有 1 2 3 4 5 6 7 8 9 10 嘛，所以我写你们名刚好就那个 number， 就那个 number， 那个 number 就送你们，好不好？看一下，看我，我找我助理写比较好，我乱了，不用紧，我 download apps 先。好，就是这样子一瓶。什么是 Aloha Stream？ 刚才应该有很多人没有听到齁，要 Aloha Stream。有没有一瓶有一对 Aloha Stream？ 找 Dune， OK， 你讲的对。我们这一瓶里面呢是有两只虾，我们两只虾呢是一公一母的， OK， 一公一母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为什么我会给一男一女呢？因为一男一女呢就是要让他们有这样讲，不是我要一直这样讲，就是让他们有生态哈，有生态，生态很重要，我们不要破坏生态，所以我们一瓶里面呢包有一公一母的，一公一母 ，OK。一公一母在里面，我 like and share， 谢谢 Jen Ken， 我看到了，我们助理会帮我写，我看你应该也是有气，对，等一下我叫名字的时候，你们要守住这个 live 哦，不要等一下我叫名字的时候没有的话，我会公平一点，如果说守住我的 live 这样久，这样公平，我叫一次，两次，我叫两次就好，我叫三次啦，给你机会啦，我叫一二三三次，如果说没有出现的话，然后我就给 next 了 ，OK， 我就会给 next 另外一个 lucky winner，OK，、okay? 好不好？我就会给 next 一个 lucky winner， 好不好？我先 download 那个 app 先。所以 Aloha Stream 呢，就是无需换水，无需喂食 ，OK， 就是不用换水，不用喂食，什么都不用的，只需要这样子放着就可以了。当你这样子放置的时候呢，老板也不会骂你哈，关于你如何的拿来养东西，他都不会怎样，因为你完全没有打气呀、啊，没有用到他水啦，老板就不会生气了的。一样没名字 ，Sherry 哈，有，你有 Sherry， 我一定有名的。等一下我会稍微稍微的念一下哈，看你们有没有在，好不好？记得要 share， 然后要讲 I want Aloha Stream，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page。哎呀，我手机有点累，我换一台先，等一下。
我又要来砸场。Hello， Tony Dio， Tony Dio， 我们今天有送礼嘿，我们今天送的就是这一台哈 ，Aloha Stream， OK， Aloha Stream， Aloha Stream 呢是99块的 ，OK， 99块，然后价值99块，里面呢有一堆虾 ，OK， 一堆虾。当然有你们的名字，当然有你的名字，不用怕，不用怕，因为我现在没有喊名字啊，因为什么？我来不及喊，因为我还要跟你们讲，我来不及喊 ，OK，OK。Okay? Okay? 然后我等一下会，我的助理已经在那边写了，他在写着，你们记得有 share 过的，你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如果说刚才有没有 share 到的话呢，我就稍微的再 share 一下，然后我就叫他再写多一次给你。如果我等一下没有念到你们的名字的话。小薇，如果说我会念三声哈，如果你没有在的话，我就会 next 去给另外一个。Hello， 吉利丹，我们今天会送走 Aloha Stream 哈，我们今天会送走 Aloha Stream， 所以 Aloha Stream 呢，你如果要有的话呢，就是要记得 like and share 这一瓶，我们今天是送了一瓶罢了。可是你去我 Facebook page 的时候呢，那个 Aloha Stream 有送走五瓶哦。可是没有人参加，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们认为说没有人会送，然后你们比较少 live 的感觉送货，然后我今天就送一瓶吧，对，送一瓶给你们。等一下，我找不到嘞那个 apps， 你们知道那个 apps 是怎样的吗？那个选择号码的，然后他就抽 random 抽，今天不是我抽哈，今天是我的 iPad 抽 ，OK， 我就送给 iPad， 那叫什么 picker number picker， 你们知道那个 app 叫什么吗？是不是有没有好像一到多少他就跳那个号码？哦，有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个叫做 Press the Do Random， OK， 我就把它送给你们，我就用它来什么来跑，等一下我会有 Lucky Winner 哈，就直接用这个来 pick 关哈，他就会 pick 你们，不是我 pick， 是电脑 pick， OK， 是电脑 pick 的。电脑 P 就公平嘛，对不对？我没有说我只送我朋友，我就全部就有 like and share 的朋友都有。你看啊，现在只有57个人，57个人就代表什么？有很多人走了，你们有机会 ，OK？ 你们有机会。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 Aloha Stream， Aloha Stream， 其实它有很多颜色，我们这里都有不同的颜色， 1, 2, 3, 4, 5, 6, 7, 8，基本上有8种颜色。当然这8种颜色呢我们都是有缺货的现象啦，就是有时候没有那个 color， 没有那个 color 这样子，然后每一个 color 的代表都不同。好像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黑色的人就比较神秘一点，黑色我们有招财，招偏财运， OK， 黑色是招偏财运的。粉红色招什么大家都知道咯，女孩子喜欢有初恋啊情人啊，就是拿粉红色的， OK。黄色呢？黄色招什么？黄色那招财啊，财要招啊。绿色是什么？绿色是招市场的，就是说我们什么市场呢？就是说我们工作的市场，所以我们找工作，我们工作很旺很好，在工作的场上事业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找青色的。OK， 蓝色是什么？蓝色是防小人的。OK，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做生意哈，我们用一点点这种东西，我们放一个蓝色在那边帮助自己一下。紫色代表健康，白色呢？白色代表智慧。其实这个土色吼，我有几个 customer 跟我讲，他选择土色是什么原因？他选择土色是说他山水型缺土，他就会拿这个东西，或者缺木，他就会选择这个颜色，因为他觉得这颜色是适合土跟木这个 color， 所以他觉得说适合自己。如果你今天缺土缺木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好，我这边的助理还写着很久耶，你们很多人 share， 真的很谢谢你们，很谢谢你们。今天我们呢就会送走这一瓶 Aloha Stream。 什么东西？ Oh, that one very small, I think I support you and buy a big one. Wow, thank you 哦，谢谢哦 Aaron 詹詹，谢谢。你要 big one 哦， 253 是 A 款，是 this company, this model. Aaron Chan Chan is this model. 这个 model 很美哦。This is all handball glass, you know, handball glass. 里面会有4个号码。哦，今天有4个号码的话，你们就要买特别期哦。我看一下时间，现在才6点。OK, 有机会。
六点的时候就可以买自己特别席。OK， 再来放在这边。哦，我的纸一直飞走，你们记得要跟我放的时候。还有什么 ？The biggest one blue gas how much？ OK， 这个有品味啦，你真的好有品味哦。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分享一次吧，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 custom made 的，这是我们自己特别做出来的。我又来了啊 ，limited edition， OK， limited edition， OK， 我要写官标了，而且、啊、这个时间开始上的都没有的，都没有算有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将。这个 around 4kg， OK， 4kg 咯， OK， 看得到吗？ 4kg， 哇，脖上没有万字旗呀、啊、This is 4kg， This one 我们拥有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一路来都很好看的那个木环，然后我们里面放了一颗 volcano stone， 然后还有珊瑚石，还有 shiro stone， 我们放了很多 stone 在里面，所以它比较美。好，然后我们有珊瑚石，所以你可以 add on， 你可以 add on， 好不好？然后我们有石头，好，我要 close 了，太久了啦，我今天 live 很久了，我今天再讲下去要没有力了。OK， 还没有进来的人快点进来哈、哦，等一下我要叫名字了，等一下你们没有在里面的话，你们就完蛋了哈、哦，就没有得中奖了。OK， 就会没有得中奖哈、哦，你们要中奖吗？要嘛，每个人都想中奖嘛，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四分钟了，对不对？五十五个人，没有很多。来来来来，给我一下。啊？多少个？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写十二个，你写到完写。share 过的，我们要很 lucky 的嘛，是不是？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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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很多，他竟然给我小十二个回来，哎呦，给我气死了。等一下，我看一下。4kg how much？ 这个比较贵，这个我们是 custom made 的。你等一下我该跟你 custom made 一下这一瓶子，因为这样子一套的话，我们多数是卖着几百块，这几百块。因为里面一方面它的匣可以放很多只，一方面它的匣可以放很多只。这一瓶里面呢，它的匣可以放差不多20只到30只，对，20到30只。如果你今天是这一瓶99块的呢，你可以放9只。9 pieces, okay, 9 pieces, okay, 9 pieces. 那很多人问嘛，艾欧花逊它能繁殖吗？它可以繁殖的，它完全没有问题在繁殖那方面东西，好不好？然后我选一下，它刚才它血很少个血，看喽看喽，少血了就没有话讲了咯，好不好？少血了就没有话讲了咯。你需要我再叫人再写一个艾欧万艾欧花逊吗？他一定比较辛苦哦，这样子。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很乱，刚才有点乱了，说不如这样子。现在你们有在这里的人要赢取这个 Aloha Shrimp 99块的呢 ？OK， 你先开着我 comment 看哦喂，开住了啊，写着 I want Aloha Shrimp， 现在写一次就好了，一次就好，不要再写太多次，一次就好了。OK， 他就把你先写上去他们的名字，然后我底下就 Lucky Winner 出来，创意写 I want Aloha Shrimp， 现在写，现在写。因为刚才写的很乱，跑不好跑去哪里哦？有了，我看到了 ，Sherry 哈呀，第一个 Sherry 哈，第二个 Zen Ken， 看到了，你看到了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Sherry 哈 ，Zen Ken， 我写这了啊，等一下 ，Sherry 哈，第二 Zen Ken。第三 Johnny C， 第四 Aaron 张张 ，Ben Fong， 刚才 Ben Fong 有出现过了，我看过了。OK， 小 B， 哦，你们 lucky 哦，因为我刚才有一点系统出问题。徐静 ，OK， 徐静。来，现在要 Aloha Shrimp 的人哈，现在快点写 I want Aloha Shrimp， 那我们就先写上你的名字 ，OK， 很 lucky 了，你们现在记得要 like and share 啊 ，like and share， 尖进，因为刚才系统出问题哦。
系统出问题哦，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到了。今天我直接这样子 live， OK？ 孔家，孔家是我一个很好的 customer 哈、哦，他跟我买了这一瓶哈、哦，这一瓶 ，OK？ 孔家是买了这一瓶的 ，OK？ 孔家 ，Hello，Nice to meet you。鱼，这个是姚鱼鳗哈、哦，应该是姚鱼鳗啊。OK， 姚鱼鳗，吉米令。因为我现在应该还很乱哈、哦，我就再重新写过。吉米令，你再写 I want a lot of， 我记你的名字，谢谢。幺丢啊 ，you 丢 ，sorry， 我们有时候连名字有点错哈、哦。第十四，早丢，早丢。I don't want a lot of， I just want to crush 啊 ，CH， 是，你对。OK， 没有，刚才因为有一点问题哈，我们必须要再写过。所以现在我只有14个人而已哈，看到吗？我的 list 14个人而已，14个而已，还有没有人来？快点！现在14个人了啊 ，Cuny Ho Sherman， 我写了你的名字了的，来 ，last call， Aloha Stream， 99块。我们要送走了，快点写 I want Aloha Stream， I want Aloha Stream， I want Aloha Stream， 写了没有？我写了很多次，没有，因为刚才有点乱掉哈，我们现在又重新写过，所以说你们要写再多一次。那最后一个写的是声明嘛，是15个声明，这是宣明后宣明有了在这边。所以这张纸只有15个人而已，哎，很好哎，你们15个人而已哎，可是这有52个人看呢，能跑去哪里？雪莉哈有了哦，雪莉哈我在里面了，刚才雪莉哈有很好，可以啊 ，Tiffany Leung， 好，你也出现，我就写给你 ，Tiffany Leung。等一下点，张家卫 ，OK， 第十七位，张家卫，你们现在快写 ，I want Aloha Tree 在这边，因为哦，刚才哦有一点系统乱掉哦，我算不出来嘞，这有 ，OK， 有没有写哦 ？OK， 可以就写，等一下我看一下对一下，好。威龙，你们快写 ！I want Aloha Shrine 在这边 ，OK？ 我靠到时间了啊！你们好了，就是关了吼 ，OK？ 好了，就是关了。威龙吼，威龙 OK， 威龙有出现了，来，威龙，王琴，快点再写 ！I want Aloha Shrine， 那我们就先送出去 ，OK？ 没有我的，因为刚才我们有。乱掉一点点，你们快点再写 I want Aloha Shrine 在这边、哦、我现在看到我现在写 OK 好不好，不好意思刚才因为有一点点乱掉了，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不好意思，完情齁、哦、黎明写过了不要再写齁、哦、写过了不要再写啊，写过了不要再写齁、哦、我来不及耶，写过了不要再写 OK， 记得 like and share， Lily Andy， Lily Andy 不错，看到你真的很舒服26 Olive Howe OK Olive Howe 我看到了 Olive Howe 我写到30好不好，我写到30就好了 OK， 我今天就给一个30位的了，其中一位幸运的承诺都拿到这个 OK， 喂48个人看参加才26个而已耶，你们真的是啊，确定不要哦，我 close 了哦，确定不要我就 close 了哦。来，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今天会送走的就是价值99块的 Aloha Stream。OK， 价值99块的 Aloha Stream。Aloha Stream 呢是不用换水、不用喂食、不用换水、不用打气的一头一个生态瓶虾哈。是适合我们这种城市的人使用的，哎，城市的人饲养的 ，OK。然后我们送礼呢，我们送 Aloha Stream 呢，就会特别的好，特别的漂亮，哈、哦，西山很漂亮哦，对不对？对哈、哦。Wilson Ho 跑来了 ，OK， 刚才我看到你跟我打了几句话了 ，Wilson Ho，OK、okay。喂，
你现在也要了啊，这个 CHR。好吧，我写满你的名。记得哦，我今天第一次 live 哦，因为有第一次 live 送礼物哦，导致到有一点系统乱的感觉，所以不用紧。我就再写多一次，所以说刚才有 share 的朋友真的很谢谢你们。如果说我 miss 掉你们的话呢，就代表你没有看着我 video， 所以因为你没有看到我 video， 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给你们了。OK， 现在有28个了，我数十最后的一下子，我看一下现在几点，现在6:02。好，我六点三个字，我关标哈，六点三个字，我自己看就好了，6:03，所以6:03没有我就关了。好不好？因为这有54个人，竟然没有人要阿罗花絮，我真的是很奇怪。I three 照，真的没有人要阿罗花絮吗？真的没有人要哦，这样没有办法吧？你们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好吧。张伟正 ，OK， 张伟正，来最后一次哦。OK， 我们今天会送走99令吉的阿罗哈 stream， 记得 like 我们 page， share 我们 page。如果今天想要赢奖的话呢，现在要写着 I want 阿罗哈 stream， 谢谢。有人跑出来了 ，I want 阿罗哈 stream， 哇，很多。Sakura 会，我看到你了。Savina 赞，我也看到你了。好。还有一下子的时间哦，还有一下子的时间。那我的什么比较快？好，我们现在有的人数是32个。OK， 可能你们要看一下你们名字有没有在这里里面哦。既然字体潦草没有关系，32。OK， 里面有几只虾？里面有两只哦。我们一次说是送一个生态瓶的，两只虾，所以。关掉哦，不是关标，不是关，关了哈 ，close 哦，不用再写了哈。不过你们要帮我 share， 不用再写了 ，OK。说第一个是小 B、Shelly Ha、Brian V、Audrey An、Andy Dan、Tiffany， 叭叭叭叭叭 ，OK。我们看谁 lucky 好不好？是谁幸运了？在这边哈。好，现在要开我的 apps 了，开 apps 对，开 apps。所以是有什么位？32，一赌32吼，哎 ，sorry 哦，搞错了，我是用这个才对，哎呀，等一下啊，开回我的 Facebook Live 先，一赌32吼，所以 Westland D， 你慢了啦，我们 close 了啊，改次啦，改次我们有，你如果今天慢了没有关系，为什么？你可以，喂，现在我每次我都会打广告，我不好做梦，你看。我只是想要用他一个 app 来打广告了。OK， 一赌多少？32。第一名嘛，第二名就32哈，我们就给一个32。OK， 32 ，so， 来 ，Are you ready？ 赶紧啊，一赌32啊，因为我这里只有，等一下啊，我这里只有第一号在这边，32号在这边。OK， 准备好。叫三次没有名字的人就受不了哦。对，叫三次没有名字的话，我就可以哦。改次可以加小进去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加小。如果刚才 Westling D 吼，可以一注32啊。如果刚才没有人的话，我就 stop 了啊。一二，赶紧啊，来啊！六号的朋友是谁？六号的朋友是谁？我看一下六号的朋友。你好，我朋友叫 Tiffany Leung， 有在吗 ？Tiffany Leung， 第一次 Tiffany Leung，Tiffany Leung 第二次 ，Tiffany Leung 第三次 ，Tiffany Leung 没有了，可怜哦 ，Tiffany Leung 怎么你没有出来？六号哎，六号 ，Tiffany Leung 没有，抹掉啊，我抹掉啊 ，Tiffany Leung 没有了啊。OK， 有出来哦！哎呀，出来哦，给喽，没有办法哦，这样就给你吧。他有慢嘛 ？Tiffany 用，他好像慢呢，我看一下。有，他在，有他在。
有啦有啦，恭喜！不过这剪的人有点怪怪，他没有好像我想象的哦，跳得比较好。对，好，恭喜 Tiffany 亮，恭喜你 ，Tiffany 就很 lucky 哦。刚才我第一次就转到六号嘛，哈，就是刚好的，就是 Tiffany 亮。我讲真的，我编号我都乱抽的哈 ，Tiffany 亮，好不好？很早就看到他了，你看慢的，可能吧，可能我这有 line 有点慢，没关系，他出来就好了。下次我应该要当面按了 ，Tiffany 六一二三四，如果他慢过我的那个数字，我就送了，是不是？对吗 ？OK， 没有问题，很好，好，恭喜 Tiffany 六，你拥有了这一瓶 Aloha Ship， 哎，麻烦你 PM 我一下，你 PM 我哈，等一下我就 PM 你。给你 PM 我，我等一下会，我朋友就跟你讲这个东西 ，PM 我，可以要怎样送给你啊？都是送多哈哈 ，After Aria 呀，因为现在过年了 ，After Aria 呀 ，OK 。好，恭喜 Tiffany 咯，佳佳，你应该要唱一首歌啦，你真的很幸运呢，很 lucky 哦。拿到的时候记得分享哈、哦，记得分享，拍的照片再 share 回给我们，这是。必定的啦，姐，你这样幸运的拥有了一个 Aloha Stream， 是不是？而且这是我第一个 live 的第一个幸运儿，你今天是中万字了嘞，好不好？刚才有人问我什么？看一下，改次可以加虾进去吗？可以 ，Wilson 后可以。这个虾呢，它本身现在只有两只哈，你改次可以再加虾进去，你可以加到九只虾在里面，加九只虾在里面 ，OK。Aloha Stream 是我在2014年已经创业出来的，我第一份养殖就是做了这一套东西出来，所以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宝贝 ，OK？ 换，哎，罗娜叫你慢鸟咯，我今天送你耶，送 Aloha Stream 耶，你慢鸟咯，没关系，改次我会再送给大家。OK， 你们今天没有赢到这一瓶呢，朋友呢不要伤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会陆续有来，而且我们既然陆续有来呢，我们的 Facebook page 嘛，是不是 ？Facebook page 就会有送五瓶这个五瓶这东西。所以呢，你们就要去我们 Facebook page 那边 share and like and win， OK， share and like and win 五瓶， OK， 五瓶哦，五瓶不多不少哦，五瓶，对，五瓶。你们要去我们 Facebook page 那边 like and share 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选中五个幸运儿来拥有这一个东西，五个，好不好？今天没有赢到的朋友没关系，还有五瓶，对，还有五瓶。没有 tag 我，没有 tag 哦，我今天讲了一个小时哦，我第一次讲这么久哦，我很开心哦，跟大家一起讲话。So， 我先讲一。个小时27分，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今天呢跟大家 share 来的这个微笑，我们恭喜 Tiffany 六 ，Tiffany 六真的很 lucky， 谢谢你守住我们 ，OK， 好 ，Thank you， 拜拜，下次再跟大家 share， 你们记得要 like Facebook page，OK，、okay? Aloha Stream，Aloha Stream， 我再来一次 ，Aloha Stream，Aloha 叫做你好 ，OK， 现在我们有做 offer， 这一瓶99块。OK， 想要过来的朋友可以直接 call 我 WhatsApp 我，或者是 PM 我，没问题，直接 call 我 WhatsApp 我 PM 我，我们随时为你服务。鞠躬，拜拜，下次再跟大家聊，拜，谢谢。